哎，你到底什么计划？我没计划，你怎么走我跟你怎么走。你不会连马都没有准备吧？我以为你准备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无耻啊？今天才知道，已经晚了。 现在立刻回去告诉裴元，事情有变，让他务必防止郭植和崔家军趁乱偷袭我们望州城。如果望州城有事，并州城再举兵夹击，我们会很被动。十七郎，那你呢？粮食在他们手上，我去追粮，快！ 知道你会上当。